您不能不知道，来看到为了精进台湾外科医师手术能力，长庚医院斥资了7亿多元建制国际级手术技能训练中心，这是全台第一座高规格手术训练区，提供国内外医师学员专精外科领域，也让台湾医疗在国际间更加突出。外科手术品质承载所有病患家属重大期许，为了提供外科医师晚辈训练场域，长庚医院花了2年时间筹备，斥资一座7亿多元国际级手术训练中心，14号正式启用。现在外科的训练呢，因为很多的这个工具，包括的模拟的模拟器，或者说这个模拟人啊，让我们外科医师逐渐呢在手术上呢渐渐上手。全台最大规模手术训练场域设置在林口院区研究大楼，空间有500平大，可容纳100位医师。中心里有拟真手术训练区，以 VR 360度手术模拟影像进行专业训练。启用后开放国内外医师报名参加，学员来自世界各地，报名相当踊跃。虚拟实践设备可以同时，比如说10个学员一起来线上学习，教学过程我们会拍成这个影片，然后做成一个 VR 的一个教学系统。全台第一座手术训练研发中心，提供外科医师更高规格训练，也吸引许多国际医师来台学习，为台湾医疗在国际中增加新亮点。记者林柱强，桃园报道。